无线台庆剧《新闻女王》，除了女主角佘诗曼受高度关注之外，饰演贼王一个的乐队 Mr. 吉他手黎泽恩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已经相当抢镜。今日黎泽恩分享了四年前和谢霆锋一起开 show 的相，甜文一出，不少粉丝都对弹得一手好吉他的黎泽恩转行而感到可惜，话希望再有机会见到 Mr. 合体开 show。当中更有粉丝话唔好去拍戏，去夹 band 啦，令人心酸。乐队 Mr. 近年好少以乐队形式推出新歌，成员们现时各自在不同领域发展。